我来做一个示范吧。哦，越看谁越远越好。每个队依次选出一个人来吧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问一下，选我去，史先生，史先生，史爱东先生是德云社的著名演员，快板相声都非常的好。那么接下来马上您就要参赛了，有什么感想吗？我心里很忐忑，我一定加到观众席里的。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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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这排的观众后退三站地啊！好极了，来。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不算。石老师，石老师，石老师，再给一个机会啊！再给一个机会。石老师，以我的经验，再来一遍更近。哎呦，这叫见高见高没见高，做一个标记，做一标记，在这个位置是六零后，把这个沙袋拿出来。哦。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七零后，谁来啊？姐夫，姐夫来。好，姐夫是德云社演员啊，也叫。外号叫姐夫，本名叫张鹤伦，以眼神犀利著称啊，所以待会儿你一定要看准了往哪个方向。好的，来吧，金币靠你了。哎，要是砸到六零的牌子怎么办？没有这么准。最后一排的观众准备接到啊！你不吹能死啊你！姐夫现在站在包上。丢人！哎，你这刚才一次机会。咱们这样吧，每个队都给两次机会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哎，我后头。哎，好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以台口为界，好吗？你这是最高的啊，到这儿，好极了。好嘞。我觉得你要把帽子摘掉。啊，没事。不要紧，他那帽子是假定在脑袋上。两回是吧？加油啊，我等着你哦。第一次，第一次啊，还有一次是吧？还有那第二次没有第一次远怎么办？就放在第二次，交给我。